咱准备要迎接2024年，总统府头前拜伊的元旦升旗典礼，伫今日下晡有先彩排，包括三军乐器队、建中乐器队、八一路的乐器机队，拢有精彩表演。也拿元旦升旗领唱国歌，有十大杰出青年，嘛有八岁囡仔。疫情队形变化继续进行，八一路甲一期队学生穿青色校服，伫开道头前演练，因为因准备要参加2024年元旦的开道升旗典礼演出。之前看到学姐在国庆的时候有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表演，就觉得很向往。然后这次也希望可以像学姐一样表演得很好。早上应该会很冷，所以我们会尽力的准备，然后热身。今年七月在世界杯行进乐队大赛，以队史上冠军得到荣誉金奖亚军的建中乐器队，元旦升旗也有参加。去年我们还是高一的学弟，那今年我们变成高二了，变成说我们要带领学弟还有大家一起去完成我们的表演，我们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。另外今年的国歌领唱邀请历届十大杰出青年参加，甚至八岁青少第二代来报名参加。八岁的小朋友，这是我们六七十岁青商会的前辈，历届十大杰出青年当选的部分，跟我们青商会的核心干部会一起来领唱国歌哦。礼拜五都会唱国歌，我都已经差不多已经会唱了，就是他都说去那边唱，礼拜一去那边唱国歌的时候要好好唱。元旦迄天，三军甲乐队会带来精彩的专业级演出，八代将迎接2024年。记者陈宏合报道。